读中学嘅，咁但系就唔系好中意翻学啦，咁都系会周围出街玩嗰啲嘅。新一同学嘅小肥，我同啲同学讲嘢，十个字最少七个字系错。坏学生阿 H， 好卵疯狂嘅，宅男家乐。咪睇佢哋咁有自信咁表演，实实以前都系三低野青嚟噶。黄武野青撇三低，自信自尊翻晒嚟啊！嗱嗱嗱，唔系讲紧血压胆固醇咁嘅嘢啊！三低咧就系指自尊心、自信心同学习动机低嘅年轻人。唔紧要，有样嘢叫街舞。即系跳舞系俾我揾到一个我好过打机嘅一个兴趣或者系。一種生活態度，原來你可以做得到，嗰個成功感其實係好大。嗱，冇錯啦，佢哋就係靠街舞脫胎換骨噶啦。好似小肥咁，七年前開始接觸街舞，由成一逃學嘅中學雞變成今日嘅街舞導師，仲為咗跳舞而戒煙添啊！將個身體 keep 健康啲，可以令到自己跳得耐啲。因為我頭望到呢樣嘢真係好有興趣啊！咁第一因為型，第二因為我覺得溝到我嘅身體。本身冇乜自信，态度又差嘅 H， 跳咗舞之后令佢明白到 teamwork 嘅重要性，自信心翻晒嚟，第日仲想做社工帮人添啊！叶青社话，而家夜青人数由80年代嘅2万增至7万，最细嘅得6岁，而三低夜青跳街舞嘅人数8年里面就劲升3倍啦。小靓仔因为街舞恢复翻信心，甚至重返校园。叶青社希望可以透过街舞帮年轻人重回正轨啊！腰酸背痛冇问题。